你是亲王之位，还有皇子之身，你不是必须走这条路。一旦父皇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拿什么跟萧景琰争？可是这谋逆二字，母后，儿臣并非要谋逆，只是清军以为我所用。一来，断绝金陵和外界的联系；二来，让蒙挚留守的兵力无法成为九安山的援军。 你要对九安山做什么？母后放心，儿臣这个计划一定能成。传皇后诏令，自今日起，皇宫各处以及九门由禁军值守。这个徐安魔也算是识时务。 有他的五万大军在手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你去安排，我与你同去清理军营。啊，禁军的两个统领你再去。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，你赶紧逃出去，告诉你盟里的兄弟，誉王又谋反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沈雷命叫我出来。真平，快禀包宗主，誉王密谋，要联络清理军，偷袭九安山。你这么急找我？ 有什么事啊？刚刚得到京中急报，誉王意图谋逆。誉王殿下吗？谨遵皇上诏令。二位还要查验兵符吗？谨遵皇上诏令。 即刻发兵九安山。 率清理军沿途袭击禁军警哨，已向列公杀来。继承，把距离最近、战力最强的继承军调来，方能解列公之。你速派人前去查探，清理军先锋主帅是谁？率兵。犯上作乱挟持了朕，他们来秦王保驾。你什么时候挟持了朕？什么时候啊？叛军谋逆，总要打个旗号。 京城已经陷落了，啊！陛下，誉王竟然敢贸然向西，与庆历军合谋，而不顾禁军背后的袭击，必然是已经收服了禁军，控制了京城。景琰，江山社稷系于你一人之身。 途中，切记不可有失。是，儿臣定不辱命。切不可让誉王得逞。我相信静妃娘娘、蒙大统领，还有殿下一直追念的七万赤焰军，必定与我同一信念。 Thank you.
袭击，损失惨重。主动出击，萧景琰既然有所防备，殿下莫急，他再怎么样只有3000禁军，而我往先锋军就有5000，等我们重整旗鼓，一鼓作气拿下列公大营。不，传令安营扎寨。安营扎寨，你在山腰设伏，绝不能让他们形成合围之势。Thank you.